零标题：台军中校被迫带女士官开房。台军方在完成行政调查后，依规定郑成泰除。台媒报道截图报道称，有爆料者向媒体表示，该中校辅导长在民传号导弹巡防舰服役时，与一名女下士有感情问题，被军方知道后，立即惩处并调职。最终，台海军表示，海军校准部中校与前单位冯甲军舰女下士发生违反性别分级案件，单位在掌握讯息后已完成行政调查，并依调查结果和予重惩及检讨开除。